财富投资速度是至性关键。买卖港股美股操作简易。现金孖展账户一键切换港币、美金、人民币灵活调度。系统优化界面清晰。全新升级版富亨通助你落盘快、狠、准。有富亨通投资路上倍轻松。富昌在线步步领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午市直击》咁啊，继续系啦，可以留言同埋打嚟线31083399嘅，咁啊一阵间就可以答下问题啦。咁个市咧今日都好明显啦，即系回吐紧噶啦。咁恒生指数而家跌紧418点，报21539点。咦，咁啊嚟到啲咩位咧？首先咧就系即系试紧20天线啦。咁不过咧之前嘅1月中呢一个底21400。其實就未有冇穿嘅，繼續試緊啦。因為今日最低咧就係21459，咁所以咧正正就係試緊1月19號嗰度呢度。咁當然呢個唔係一個好重要嘅底嚟，因為重要嗰啲就冇噶嘛。你近嗰啲冇重，即係冇重要嘅喺下邊算唔算穿位啊？我有張睇法，開個期指出嚟先，都係冇講下恆指又講下期指，仲亂啊！大家，我哋簡單直接少少講恆指算啦。咁如果你話由1月19號咧呢個位睇咧，其實就唔算嘅。咁所以變咗第一個應該係21800啦，咁都破咗，明顯落咗嚟噶啦，二十天線穿咗噶啦。但係仲有個近嘅參考位就21400，咁就未有穿嘅，係咯，即係如果你話最短線，而家應該就係睇埋呢一度啦。咁究竟呢啲資金嘅流出流入而家嘅情況又如何呢？我哋首先咧，即係可以參考一個就係睇一睇個人民幣嘅情況先，因為而家個雖然大家可能成日聽有東升西降定係西升東降，但其實都係一個正向關係。而而家一個好重要嘅影響咧，就係美聯儲的加息啦，因為呢個始終對於全球的資產都會好大的影響噶啦。咁啊，除咗呢一個之外咧，咁首先人民幣先啦。咁咧，因為美匯弱咧，自然人民幣同埋其他非美貨幣同埋其他嘅資產都會比較係做好啲嘅。咁人民幣咧，而家美元對離岸人民幣最新係6.7458，咁變咗就又係咯，彈少少之後有少少稍回，咁仲喺呢一個嘅整固裏邊，但係唔弱嘅，其實人民幣亦都咁咧。至於成日話咁，大家都會睇港股通、港股通啦。咁啊，成日出邊好多都會講北水啦。北水今日點咧？就係仲有淨買入嘅，不過好輕微，就得3-4億左右嘅淨買入嘅啫。咁我比較着重嘅咧就係外資，因為近呢幾個月係喺無論係一路嚟到你講緊10月大舉流出，到而家即係11月開始再猛烈咁樣湧入咧，咁其實都係一啲經過港股通常 A 股嘅錢做緊嘅，咁呢個亦都係因為美息落、美匯落，而資金係湧向新興市場嘅，咁所以呢個好要關注啦。咁今日咧，北向資金係有淨流出嘅，係開始出現，但係個額度唔算好大，咁大約係50多億左右咯。咁之前都會出現過嘅呢啲，譬如前嗰幾日咧，咪話都仲有流入，但係冇再好猛烈，咁就減弱咗。到今日開始出現啲流出，但係唔係好猛，即係唔算好大嘅壓度，同埋叫做先係開始第一日有翻少少回吐，因為有出入一定正常噶嘛。我哋係睇成個 flow 係咪喺度湧緊入嚟定係出緊去，咁而家幾日只係初步出去咁樣咯。咁所以都未我心目中啦。如果你話個恆指呢度參考咧，就21400都未有破嘅。同埋如果睇翻成個大勢嚟講咧，就算破咗呢一個咧，咁都冇話真係好打破升勢嘅險嘅嚟講，只不過係有機會大少少嘅調整咁樣啦。咁同埋個跌幅都縮窄緊啊！即係今日試一試21400之後咧，其實開始出現小彈嘅，咁所以就睇埋一陣間半日嘅情況，咁啊唔算話太差住嘅。至於咧今日咧就成交額榜上面都一片紅色噶啦，但係如果你話有邊啲
比較易動的咧，都係得只逼服嘅啫。咁即係跌升跌超過5% 以上就得只逼服噶嘛。跌緊6% 啦，其實就算今日佢跌6% 咧，都冇話破位嘅。嗱，12月到1月成個橫行底啦，18.7，咁而家基本上亦都係未試到啦。咁今日一個比較即係大啲嘅消息咧。就是中港通關啊嘛，中港通關咧就係之前傳緊，咁而家港澳辦就宣布埋啦，下個禮拜一起咧，經粵港陸路口岸出入境就唔使再預約，不設限額嘅，咁啊取消咗咧，而家咧就係7日內冇境外地區旅居史咧，就唔需要核酸檢測噶啦，咁啊基本上就冇咗呢個檢測，冇咗個 quota。咁啊，即系咧，大家就可以去無障礙地通關。咩通關概念股咧，其實都幾多，因為而家開始咁樣，即係同埋話咧來港澳門來港快測同埋海外抵港嘅疫苗接種要求咧，都已經取消啦。即係基本上咧，都開始就係全面地解除防疫噶啦。咁啊，有冇啲咩特別嘅？通關概念股咧，咁幾多嘅？咁啊有啲即係比較短線嘅炒作都有啦，1787啊，或者1929啦，1997都係嘅，咁就商場，不過反應就唔係好大，同埋咧仲有近期就見到另一個嘅，譬如286啦，即係外遞工。咁通關嚟講咧，首先有好多嘅內地客會湧嚟香港啦，咁啊湧嚟香港咧就會係一啲嘅醫療服務，譬如係2138，不過咧你見到真係冇乜特別好大反應啦，反而之前炒得勁喺個急升之後嘅回吐之中啦，咁即係外遞工都係咁嘅情況噶啦，咁呢間公司係做啲咩嘅咧？咁佢就係做月子中心嘅嗱，而家咧。正撳翻佢出嚟先，咁咧做月子中心嘅就係唔係叫唔係推介而家入啊，純粹我哋睇下，因為咧見到咧啲內地網站咧就即刻喺度出緊啲廣告啊，就推廣咧而家推廣大家去深圳坐月，因為原來之前咧喺疫情嘅時候封關咧，香港嘅陪月價格係炒到貴曬嘅，係急升嘅，因為咧首先有啲內地嘅人會嚟陪月啦，咁然後咧。可以去月子中心噶嘛？深圳有，香港都有啊，但香港嗰啲會好貴啦。咁啊，而家就開始多翻呢一個服務去提供翻去推廣翻嘅。所以佢都係之前咧一月急升得勁嘅一隻，咁但係都喺個回吐之中啦嚇。咁啊，當然即係呢個波浪嘅原理咧，而家係急升之後嘅一個拉回，咁啊唔會依家入噶啦。咁等佢消化完啲沽壓啦，就算睇到一個短線嚟講，半日市咧，恆生指數報21562點啊，跌396點，成交717億。我哋去咗廣告先，轉頭睇下大家嘅留言啦。好，翻嚟節目時間啦，呢次開始答問題嘅，咁啊有電話打嚟喎，係陳小姐。Hello， 陳小姐你好。Hello， 陳小姐，好，我哋即係嘗試再 call 多次啊。咁睇咗問題先啦，阿拉叔話2333點解咁強？咁佢又唔係特別強喎，不過今日冇跌咯，先低後高，咁都係嘅。因為尤其是如果你睇到好短線或者好即啊咁咧，今日的確係落一落再上翻，但係。都有不少股份做到這個情況的，即的而且確是，所以我對個或者說現在對現在的市的看法就真的不是太差，同埋就因為呢指數和指數股啦，尤其是有那幾隻大的呢，那是跟著個市一起就急升了，那你那些就等回，那反而有些其他的還好地地，那都不少的，所以不是太差，咁其中呢一隻算係有做到啦，因為佢本身就冇炒到上去嘅，同埋就最新出咗數據嘛，近期啲車企都出咗數據啦。咁啊，長期咧2022年度嘅淨利潤89.79億，同比增長23% 嘅，咁啊都係主要就係話提升產品力啦，車型嘅盈利能力增加啦，同埋匯率收益增加所帶動嘅。咁其實車股咧。呢排都算是比較唔算是最強的板塊啦，其實都真係，因為其他嗰啲好快上咗去，咁所以好似呢排就企得住咁樣。咁呢度咧，如果你 set 你睇到12月到而家 set 嘅呢一個
區間咧就9.84至到11.9啦。咁而家仲喺呢度裏邊嘅，但其實只要企穩9.84咧，仲係做緊個醖釀。醖釀你當小圓底又好，杯形突破又好啦，其實醖釀緊嘅。咁所以純油而家撇除咗，因為究竟係咪個增長放緩、需求放緩呢啲可能未必係最影響短線。咁最影響短線嘅咧就係個市場情緒啦。咁你純粹而家睇住短線嘅話嚟講咧，你而家可以入嘅。咁上望第一關先睇11.9啦。然後先看到12.48，慢慢看上去。防守位呢，如果你看大重要一些的底支持位做防守就9.84。如果看到超即係想擺太遠喎，你即如果想擺到近啲咧，咁可以用11嘅。咁呢個係收市計啦。咁最短線可以用11啦。但係真係話想話整個走勢如果破了不掂先至話走嘅，即係堅守嘅咧。如果有啲慢，即係我哋要諗曬所有情況啊嘛，唔係覺得我買咗一定升。咁我話就用9.84，呢個係比較重要嘅一個關口啦。咁咧，我哋觀眾再打咗嚟啦，係咪啊？好，我哋可以再聽翻電話。Hello， 陳小姐你好。係 ，hello，hello， 我即係頭先我有聽到你講586啊，咁我有個嘅5.6買咗噶，咁因為佢回咧，咁係佢係回吐啊，定係先係彈底啊？回吐升得高就係5.6啦，而家6.2嘅，呢啲都係咁噶啦，即係升得太急咧，咁佢會落一落噶嘛。咁如果話哇呢啲咁都比較細只啦，睇緊少少短線波幅好啲喎，不如睇短啲啦。可以參考6.0咯，6.0係差唔多就係呢個小時圖啦，最近參考嘅一個位，同埋接呢度咧再移上去應該都逼近50小時線嘅啦，咁所以最短線睇6.0，而家都 OK 啦，即係叫做第一日拉回啫嘛，咁可以睇多日嘅，除非你係我一回即走啦，之後又再入過咁樣嗰種咯。即係6.0，如果穿咗6.0就要止啦。最短線咯，但其實就唔算轉向嘅，就算穿咗落去都。咁但係佢我見佢7.0係咪雙頂嚟㗎？雙頂啊！如果係真係向上係，嚴格嚟講，佢破咗大頂。如果你呢度咧，我試下放翻個月線圖出嚟啦。咁佢近年都比較弱，比較向下咁啊，成個港股都係噶嘛。咁咧，但係佢就做到呢期咪話有唔少股份開始破到月線圖大頂嘅。咁對佢嚟講就係6.5嘅。咁所以呢度已經突破咗噶啦。只不過係你話呢度升得急，會唔會有翻啲調整咁樣樣嘅啫？有會睇到幾遠嘅，即係譬如話，究竟穿幾多先至叫做調整？其實佢嘅重貨區有啲遠嘅，因為你其實真係行得比較急，所以都有個預期會有機會有波動咯。係，咁如果佢向上係可以去到幾多？如果佢即係 keep 到呢個升勢，其實可以好遠嘅。咁講出好似好誇張嘅，因為即係呢一輪咧，其實全部股份跌落嚟嘅時候都好恐怖噶嘛，跌得。咁如果話參考下個頂咧，就喺1.1嘅啦。好似好遠，不過係啊係啊，一蚊附近啦。你當差唔多齊頭1蚊關嗰度啦，就嗰度你見到咧，就大約喺2021年嘅下半年嗰度都橫行過下大半年咧，咁又比較重啲嘅區嚟嘅咁嗰度。即係1蚊，即係如果佢升穿7.7啦，而家暫時阻力。如果升得穿就1蚊嘅。阻力7.0，你看到 最短線都是的，但這個是昨天的高位而已，所以其實呢，我覺得如果今天的回吐頂得住，明天已經起回呢，今天的底是一個止賺位可以 set 到的，這樣才有明確的位，因為可能現在比較未是揸得很久，因為不是買了很久，所以其實未有新的防守位頂到住。是 OK 好。另外有1091是我7.6買的，7.6即是現價啦，都 OK 啊，而家，這隻點睇啊？其實近期啲資源都上翻曬嚟嘅，你可以用6.3咯防守位，即係1月頭個底啦，6.3做防守，跟住再睇上去下關就9.0先啦，跟住就1.05啊。最緊要睇住，係啊，最緊要睇住個6.3，6.3以上就 OK 噶啦。明白，好，唔該曬，好，多謝你電話，拜拜。
好啦，咁咧我哋就再睇翻 YouTube 上面啦。823同埋66啊，阿 Fion 話823同66，開關有冇利佢哋咧？可以咩位買會上到咩位？開關有利嘅。咁咧近期幾大因素有利嘅。咁首先咧就係成個宏觀嘅環境，即係呢個其實係最重中之重的一個因素嚟嘅，其實就係、是、開始嗰之前上年大，即係上年大加息噶嘛，咁啊收水，咁今年咧就未話開始減啦，咁都話應該就唔會減，咁不過咧市場就炒佢會減，或者起碼冇再係咁加住，咁變咗首先呢一類型嘅收息嘅產品會有個流入啦，仲有最重要就係個因為加息啦。因為加息啦，導致翻，因為停止加息嘅憧憬，導致翻咧，咁資金開始係流翻向呢邊，流翻向新興市場嘅。咁同埋對於你用一個環球嘅角度嚟講咧，香港市場係風險資產嚟噶嘛，同埋都係啲比較殘嘅市場咧，咁就會有翻啲咁樣樣嘅炒作。咁當然你加埋開關呢一個因素啦，咁始終都會係一個利好嘅因素嚟嘅。至於實際少少，就係而家買唔買嘅話咧？66就唔算好有動力嘅，咁啊呢個亦都係41至42.9嗰度橫行嘅啫，咁啊反而咧比較有動力，可以睇下只823，都其實少少超賣啦。不過咧有力嘅話，你搏佢繼續上咧就係62.7做防守，即係你就係睇住佢個 momentum 一轉勢你就走啫嘛。咁而家就係62.7咯，咁上面第一關就64.8，就前幾日高位啦，跟住係60.4嘅。其實幾多錢買都是一樣的啦，咁啊都係睇住呢一個短線上升軌 keep 住就揸住。7226啊，科指咩位買嘅？拉叔話，咁啊即係睇翻個科指嘅，直情睇個科指啦。其實我覺得 OK 啊，仲因為我都有揸科指嘅好倉，仲揸住。咁如果你話咦而家買咧，係咪回吐可以吸納咧？咁回吐我覺得就係一個睺嘅機會啦。咁回完之後再起就可以買噶啦。即係譬如陣間下晝會唔會即刻 V 翻上去咧？係咪咁有力咧？咁如果今日都未得嘅時候，咁不如下個禮拜再睇。下個禮拜翻嚟你見到個叫做回完之後再上，咁樣嗰下你就入咯。咁始終今日係。即沽壓之中啊嘛，咁啊睇多係比較好啲。咁然後咧，防守位可以喺4471嘅，即係1月31日嘅低位啦，最短線嘅嗰個防守。呢個都係科指。使唔使清咗科指好倉啊 ？Feel Cut Pass Four 話，我會睇呢度啊，我會睇4471啊。其實連呢個都冇穿，嚴格嚟講，科指仲強過恆指，係啊。咁啊，第睇多陣再加多啲咧，科指防守位喺邊？睇多陣再加多啲咧，不過我就未必會諗加，可能揸住先。即係如果落就走咗佢。咁加咧，因為可能有啲個股去做下為主咯。咁近期就2158同埋1138入邊只好。今日有講，今朝又講2158嘅，咁又問開，今朝幾有力，但係見到而家咁樣壓翻落嚟咧，就都係等下先啦。睇多日，咦，會唔會這個連續兩日都出呢個咁樣嘅射擊之星咧？會唔會又拉翻落嚟先再上咧？咁就再等咯。咁但係入咗嘅都冇嘅，咁入咗就繼續守5.85以上，其實佢仲係一個醖釀緊向上嘅一個形態嚟㗎啦。113，因為始終今日個市都跌緊400點啊嘛，依家300都 OK 嘅，咁我都有幫客揸咗呢一隻，叫做尋日8蚊壓一壓翻落嚟啦，咁睇多陣，企穩7.8以上就入啦，咁就防守位咧就5.72，呢個大底重要啲啦，咁最短線就用6.88啦，1810冇貨咩位入啊？我覺得你睇多陣，或者如果你唔想去 hold 住又好驚錯過嘅，其實依家都可以入12.7做防守位啦，即係1月31日個底，都幾強嘅近期咁，的確係咁啊。時間就差唔多啦嚇，我哋陣間收市時候再同大家睇市，拜拜。